嗨，大家好，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自从经营妹飞 channel 以来，常常会有粉丝跟我敲完更出街，甚至是对长辈友善的居家运动哦。我听到你们的心愿了。那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家的辣妈 Jenny。嗨，大家好，我是妹的姐姐 Jenny。那我妈呢，她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保持非常良好的运动习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她的体态非常的美丽，对吧？曾经可是妈妈激励我加入健身房的。然而妈妈的膝盖曾经有受伤过，和许多人一样需要较为客制化的菜单，因此在今天的影片会是膝盖友善，而且会是比较针对初阶的朋友，并附上 Level 1跟 Level 2的版本，让各位可以邀请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刚入门的健身新手和我们一起挑战吧。那第一个动作会来到我们的深蹲，深蹲是发展我们的下肢最优秀的动作。那如果你是初阶者的话，你可以拿家里的一张椅子，身体来到椅子大约半步的距离，好，让我们的重心是保持中立的。那一开始下蹲的时候，你的手可以轻松的放在你的胸口的前方。那下降的时候，让你的核心吸饱气，身体保持稳定，微微的挺胸。那我们先屈髋之后，再弯膝盖，然后碰到椅子的圆处，再起身。那要注意你的膝盖保持稳定，对，妈妈做得非常好。我们下来的时候不用急，慢慢的控制，多多的感觉到你的臀腿肌群。好，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相扑式的深蹲。相扑式的深蹲大约会比刚刚一般的深蹲再宽一些些。那我们下降的时候，它会更感觉到我们的大腿内侧的内收肌群。那如果你会不稳的话，你可以扶着墙。那帮我们下蹲完之后做一个踮脚的动作，保持全身的稳定性。那当然你可以不扶墙的话，我们就挑战自己，先不用扶墙。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跨步蹲。那我们踩一脚前一脚后，注意我们的膝盖跟脚尖都是朝一致的方向朝前。你可以稍微的扶墙，但是不要太依赖墙壁的支撑。那下来的时候让身体垂直的下降，对，那我们的重心是不会前移的，所以如果你的站距太窄的话，你重心可能就会跑掉，所以记得我们的两脚的距离要够。下来的时候慢慢的下降，起来的时候吐气。那如果你的膝盖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的话，我们下降到一半就好，然后再起身。稍微吐气一下，调整自己的动作。好，我们开始哦。Go.
下一个动作，我觉得也是练下肢在家里必做的动作。你可以一边看电视的时候一边做。那我们会做靠墙蹲，我们先慢慢的让身体下降，然后尽可能的让大小腿是呈现90度角，然后挺胸，视线看向前方。那我们的手的话，你可以轻松啦，就是看你要怎么样摆都可以。好，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臀部已经有在微微的发力了。那妈妈来。直接，如果你对于你的下肢力气非常有自信的话，你可以撑超过1分钟的话，就非常厉害。那这个动作主要是练到我们的股四头肌，大概超过20-30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大腿前侧有微微的发热的感觉。记得呼吸吐气。好，很好，来，我慢慢的起来。那下一个动作会来到我们比较动态的后跨步蹲的练习。那我们的后脚先往后跨大步，我们的右手在前，然后起来的时候做一个抬膝，和你对面的 partner 做一个击掌的动作，加油！对，抬膝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感觉到微微的晃动，那我们就马上稳住身体，保持身体的平衡。那我们总共要做10下，再来5下，5、4、3。2、1，好。如果你在做跨步蹲的时候，你的膝盖比较会不舒服的话，我们就不要勉强自己，就只要下降到一半的高度就可以马上起来。对，你甚至可以微微的点地，再马上快速的抬起就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换脚，主脚 ，yes， 好，总共10个。动作会来到我们的 skater squat 滑冰四蹲，我们先往侧跨大步，用你的手去试着去靠近你对边脚的脚趾，好，踩稳之后我们直接换边，所以一开始我们真的不用急，一下一下慢慢的做。那我们在做侧步起身的时候，你会更多的感觉到侧臀肌。恭喜你，我们下肢的部分终于结束了。那中间当然如果你觉得太累的话，可以让自己多放松休息一下。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到上肢的练习，第一个动作会是跪姿的伏地挺身。一开始我们的两手的距离大约是比肩膀再宽一点点，下来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身体胸背腿一起的下降，所以屁股不要往后太多，尽量让你的屁股下压，核心收紧在上方。那如果是比较初阶的朋友的话，你不用勉强全下，你可以下降到一半就可以起来，也要尽量的让你的手肘再回收一点，大约呈45度角。觉得做的差不多力竭的话，就可以休息。那年轻的朋友，继续加油。
下来的动作我们会呈现一个卧躺，把我们的两手放在我们的头顶两侧，直接做一个挺背的动作。那你的两脚如果会微微的往上的话，没有关系，就尽量把我们的 focus 是放在我们的阔背肌群，停大概2到3秒，慢慢的下降。好，预备 ，Go。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的是反向平板的支撑，你的人一开始是呈现仰躺，然后用我们的两手支撑地板，将我们的身体整个抬起来，所以这个动作它其实会活化我们的肩膀还有背部肌群，让我们的核心稍微的下压，让我们的核心是出力的，然后试着停在这边支撑40秒时间。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对你来说比较简单的话，可以加一个抬脚的动作，做一个 crunch。The brain on me, I must have been blind, it's plain to see that you are not the one for me. Fractured soul, yeah, it's filled with holes. I just need to let it go. Gave my heart and it was thrown. Oh baby, why you do me so cold? You took this heart of mine, you threw it away. You tossed it to the side, you led me astray. You should apologize, oh girl, you should apologize. Should have left you in the summertime. I can't get attached.那下一个动作我们就来练习我们的平板支撑啦。那我们要做的平板支撑是轴撑的平板支撑。那一开始呢，我们的肩膀会跟我们的上手臂大约是成90度角，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往后移或太前移的话，要稍微调整一下，接着让你的背部是呈像桌子一样的平坦，所以如果你的屁股太高或者是太下沉的话，都要赶快的调整。那我们预备开始，来计时40秒的时间。那下一个动作会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练我们的臀部肌群，来到仰躺的预备动作，我们膝盖是弯曲的，让我们的脚跟是稳固的，并让臀部推向高点。那这时候我们的腰部不要太挺出来，所以腰部要稍微下压一点，下降的时候慢，所以推起的时候去召唤我们大腿后侧还有臀部的肌群紧缩在高点，在顶峰停了1到2秒之后，慢慢的下降，吐气。好，那进阶的朋友，你可以做一个轮流抬脚的动作。妈妈休息的时候来看我下一个动作，待会我们会做两手慢慢的爬行来到平板支撑，那你这边就停在这边停个5秒。那如果是进阶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做个比较变化式的轮流的手和脚抬起，然后让你的核心都是保持稳定的，然后再慢慢的爬回来的时候可以吐气休息一下，往返这个动作，慢慢的爬行，
来。然后回来的时候不用急，做一个大口的吐气。我们有动作会锻炼到我们的上肢，还有考量我们核心的稳定性。好，两手慢慢爬回。那我们做最后一个就好。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平板的侧撑体。那 Level 1的朋友可以把你下方的脚稍微是呈跪姿的方式，这样子你的身体会比较容易稳定。接着让我们的上面的手跟脚停留在上方，接着做一个 crunch。 那要注意我们的上半身不要驼背，所以胸要微微的挺出， crunch 挤压一下我们的侧腹，接着延伸。那我们一边做十下，然后我们换边。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换边，预备开始。好，来手脚 ，Go。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那最后我们来锻炼一下我们的核心肌群吧，和你的 partner。面对面，那待会我们的上身会微微的后倾，让我们的双脚是轮流的穿越，然后接着把两脚拉到腹部处，做一个轮流的坐姿卷腹。那我们计时四十秒的时间。那这个动作呢，你不仅是侧腹肌会很有感，你的双腿你会微微的感觉到出力，因为你要拉动你的双腿来带动。首先呢，来到平板支撑的动作。那 Level 1的人，试着把我们的脚靠近我们对边的手肘，对，慢慢做就好，感觉到侧部的扭转。那如果是进阶的朋友，我们的节奏可以快一点，好，可以吗？好，那我们来开始，四十秒的时间。OK， 那你做慢了就好。好，预备，加油 ，Go！最后来做一点伸展的部分。好，那我们先两脚打开。妈妈筋好软。好，那我先帮你拉。我妈以前是练芭蕾的，这个柔软度。
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会做婴儿式，然后你帮我直接躺在上面，对，你直接这样躺在我上面，是啊，对，所以你也可以拉胸部，对，屁股对屁股，然后你直接，对。好，那我们慢慢的起来，然后我们换人。一起完成这套训练的话，我觉得你非常的棒，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那如果中间你想要自行的休息，或者是稍微调整一下运动的强度的话，也可以依照你个人的程度去做调整哦。那最后妈妈想要跟大家讲几句话，不要让年纪限制你，任何时候开始都不嫌迟，我们一起加油。